程峰，你可要把我逼上绝路了。哼，黄甫兄的棋艺大有长进，再这么下去，老夫怕是也要输给你了。话说，雪马那儿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又派了铁族和雪象前去支援，风花雪月不能小视，尤其是那越王和风王。越王。 我曾经领教过他的能力，不过有燕兵一伙掺和，就有趣多了。